共读《论语审讯》第三册第254页，心里要放开，心胸开朗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心里郁闷，当然生病啦，没病也病了。心里要保持愉快，知道吗？这样你就不会力不从心了。修行就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修行就是改毛病、去脾气呀。人都有毛病、脾气，有没有？有。然后每天每天的反省自己，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吗？看看自己有哪些脾气毛病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每天反省自己一下，睡前小酌反省一下。有志向，有愿力，就去做啊。有的人刚就到，马上就怎么样，发下大愿，对不对？根基不同，根基非凡嘛。其实徒儿都有来历，都有根基的，不用羡慕别人，也不用去嫉妒他人别人嘛。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以自己所能来去开展，来去帮忙，在修行的路上去闯出一片的天空啊。人呢，只是在你做不做，只要你肯去做，上天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，都是自己放弃。这样你明白吗？人呢，有缺点也有优点，人非圣贤，孰无过，对不对？但你要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就怕你们知错不改，让这个错扩大。若能回头，即是安了。